道德经宇宙论第六章根古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耳其若存用之不尽若自构形意思是女人同意男人的性要求之后将头发散开来尽自构形意思是女性用蹲踞方式生育胯下为一堆黄土所以尽此处为禽意思是勤勉而不绝阴阳互为其根